每天都要玩冷门角，有人说什么西门怎么样？西门说的很有道理啊！啊，观众每天都叫我玩冷门角，韩服专二开始就是会遇到职业选手了。你们要玩冷门角，去打那些职业选手是吧？要玩冷门角，真的在那边就好了。我觉得西门说的很有道理啊。又是鳄鱼，我想赢就会选奎恩啊。我想一下吧。又是鸟鸟哎、欸，肯定鸟鸟啦。选奎恩就轻松吊打、啊，是没有道理不选啊。雷克萨 啊，我肯定要再进化。这个雷克萨一定会想要狂住猛住我一顿。你要打鳄鱼就是蛮好打的，也没有到一定赢啊。你看他还带点燃，毫无价值啊，这点燃。他打不赢我点燃，我进化一次减两个，除非他分开放。最好的鸟人很烂了、啊。你变顺了、欸，我一片怎么变190了？突然变顺了、欸，那个小画家3D 真的是在搞事、欸。我把小画家3D 关掉之后 ，APS 就变那么高。哎，我们阵容有点废。怎么是勒布朗？啥意思啊？换路哎、欸，想到勒布朗上路会赢啊。不过我带物防啊。嘿嘿，勒布朗残血哦。嗯，帮你一下。你还敢吃兵啊，勒布朗？他回来瞬间就会被我顶，我的E都准备好了。嘿嘿，你再上来。哇，硬 gank 哎、欸！好、啊、不想打这个对局啊，打勒布朗我们拿不到什么优势。我觉得我应该跟他换哎、欸，每次我们因为不能跟韩仔沟通，所以只要对面换路，我们都超惨了。我本来不想交的，但是好像要被烫死哎、欸，所以还是交吧。暴打，一堆长剑，一直出长剑，一直爽。我们有长剑的勒布朗就没有办法操作我们。密的有点辛苦，我去帮他转吧，我去帮他转吧，不然我觉得太累了。正面，正面，哎、欸，完美跑线，勒布朗安。哦。真的，我真的，我的奎恩真的每次玩都是要问你们一件事情，我的奎恩胜率只有40几趴、欸，不到50哎、欸，真的很夸张哎。虽然有时候你们会点出一些我可能操作失误的地方啊，但我觉得那么一点点失误绝对不足以40几趴胜率。你看我这样子风筝鳄鱼盾，直接暴打鳄鱼盾，出了冷血依然被我暴打，我倒挺快的。换我们吃，换我们吃。御史是变软了，我感觉变软了。1650回家，我要直接放、欸。这波如果我的上路补到中路去，他就白叫了。鳄鱼真的补到中路了，他白叫了。哦，我们刚吃御史，鳄鱼没有四牙，你一定要等鳄鱼出现你才能放啊。你怎么可以在鳄鱼没出现的时候你就放呢？所以这波完全就是打野的带逆风。哎，这把肯定要打边线了，因为我们有夜曲单抓，他又死了。14分钟我再找队友吧。现在塔皮160啊，所以能拿就拿。哎呦，很争气哦。看来这把我是稳了。帮你推，帮你推，帮你吃，不要紧张，你自己乐炮车那边聘我退，结果你自己乐炮车，哭啊夜曲，聘我退，然后自己那边乐炮车，然后现在送头，他是不是其实负面玩家？我在帮他吃，我的肥度，我的肥度，三四剑就一个人要死啊。有人呢？有人呢？哇 ，slow， 嘿嘿嘿，被我射个两下就要死。唯一可以送我们下去的，剩下勒布朗了。嗯，我们现在开始带风向，看到人就撞，各种撞，高速开顶。哎，还敢打 W 回来？哎，又死了。看到人就直接顶啊！哎、欸，又来了，又来又来，又有人可以顶了！哎呀，好开心，好多人可以顶哦！呦，可以顶了，可以顶了，可以顶了！呜，顶呗！呜，又死喽！哎呦，哎呦，
到底为什么这个40几%、啊、我都不懂哎、欸，你们懂吗？我不懂啊，就是不懂啊，明明就是屌虐，这就是40多%的傀儡吗？完全不合理啊！我估计是之前版本的问题，现在正常了。现在你看塔皮160，我马上一下就滚起来了。选一只康特脚沾沾自喜哦啊！你的意思说我康特勒布朗是吧？我还带物防跟他打，然后我康特他是吧？帮你拍手。肥了肥了肥了，好多好多，哇、哦，满满的顺路吃下来了，好肥好肥。嗯嗯嗯，你的伤害，你居然怕被我射死，出个冷血，出冷血就是你下去的开始啊！看到这个勒布朗出冷血呢，我就放心了，我们直接出一个狂暴烈焰吧。嗯，哎、欸，他有冰拳啊！哇，他还活着，你不要脑充啦！哇，我不能消到啊，我700块，我只能看戏啊，我700块不能送啊。他们全部都忍血，这把应该是艾克的局啊，他们都出忍血，艾克应该很爽才对。可以推荐家乡最厉害的美食吗？我家乡哦，我是台北人哎、欸，台北没什么吧？台北就大家都知道啦。台北有什么家乡味？没有啊，就那些啊，感觉没什么好说的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没死哎、欸！来了来了，老鹰来了。小鸡死光光，还有一只小鸡落网之鱼，从后面来抓小鸡。哭啊！啊，送家当啊！怎么这么硬啊？跟超硬的，夸张了吧？真小了。我很久以前就想试一个装备了，就是这个 Bloodthirster。我带了过量治疗再出这个，应该超盾，超大一格盾吧？也有台北人吃的东西，我不知道啊。我家那个巷子那边有个肉羹面好吃啊，这样算吗？可是那些就是很传统的东西，你说它多好吃，它也没多好吃啊，它就是以它的价钱来说很好吃啊，就像是我对于鸡排的评价是一样的、啊。你说鸡排有多好吃，也不会多好吃啊，但是就那东西50-70块来说很好吃啊。冯蒙特咖喱还是爪哇咖喱？我以前比较喜欢爪。冯蒙特咖喱，然后后来我两个都不喜欢，因为那个很腻啊。看到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鳄鱼，你看到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这就是鳄鱼遇到我可悲的地方。哇 ，EZ 刚扭掉那个 Q 蛮强的。干 EZ 太强了吧！不是他很会扭啊 ，EZ， 他又会扭，然后射得又准呢、欸。这个 EZ 没有跟你开玩笑。哎、欸，他要 carry 了啦，别闹别闹。EZ 一直 poke， 所以我要出吸血。又会扭，射得又准，哪里射型啊？太夸张了吧？又会扭，射得又准，也射型啊。猜对了，猜对了，啊，我们出了这个，再出吸血，完美吸血。我们看我们等下盾有多大一个，魔力不补满就出，魔力不补满就出门，那好绕口，魔力不补满就出门，因为不需要啊，我又不会炫魔，试试看啊，试试看啊，试试看啊，靠腰，真的来了，真的来了，啊，不就刚好我很会吸，不然我就要死了。果然真的蛮硬的，我们的盾突破天际哎！给我吸满，我有吸好多，吸好多，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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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从上路撞进去啊！反正盾这么厚，从一技的后面来，耶、欸！右键点他，拜拜。从洛布朗的侧面来，死去。
哎呀，又是轻松获胜，随意加十二分，怎么这么少啊？赢了两把才24分呢，那我赢了文马五六把，我赢了6把还不能打波，太扯了吧？伤害全场最高，按照惯例没有队友要给赞，哎。啊，好啦，今天直播就直播到这边啦。我未看先猜，这个周末以后我就赚2啦，再一个周末我就赚1了，然后再一个周末就要遇到Faker啦。我未看先猜啊。帮你吃，不要紧张，又是鸟鸟哎。快了，快了，对啦。怎么这么硬啊？可是超硬的，真的很夸张哎。你看，哇 ，unbelievable， 没什么好说的。哇哇啊！我感觉变软了，它很会扭哎，好多好多，哇，满满的哎，哎呀，好开心，有点太快了，到底你们懂吗？